你好，我是沈凌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《天下纵横谈》。二零二零年才刚刚到二月份，可是你的 Bucket List 开始了吗？我的 Bucket List 上面呢有一个一生一定要去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巴西了。今天呢，我邀请到了拉丁假期是 Go Latin 的一位非常旅游达人。这位旅游达人呢，要告诉我们到底巴西有什么好玩的地方。达人你好, Hi, 你好，你好，Anthony, 你好，安你好。来，巴西嘉年华，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，嗯、你自己去了几次？ 哦，我自己哦，去巴西呢，可能几十次了。几十次吗？<對>我一年的拉丁假期也不过四十七年，<對>好吧？對對對對你已经去了几十次。对啊，因为我一年有的时候要去好几次啊。啊、哦，哎 <laughs>、欸，我们这些人都是一尼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，對對對對可是你就已经去了好几十次。對,對,對,对，为什么这么好玩？ 因为呢，你要知道，巴西呢每一年呢，一年一度呢要去看它的嘉年华，当然一定要去的，它的盛世嘛，对不对？对那嘉年华的时候呢，最主要就是要看它的嘉年华的 show，它的 samba drum 的 show。对，啊哈，samba drum 的 show，大家都想去看。可是我如果自己去看的话，我可是坐到后面的后面的后面的后面，不知道坐到哪里，连人都看不到的地方，我怎么去呢？对，那跟我们拉丁假期去呢，我们都是用前面的两排。 对，这是最好的前面的包厢。 这是我们保证的。哇 <Wow, S 2>！对对对，前面最两排的包厢，<对>所以我几乎等于是跟花车还有所有的表演人是同距离。对，人形它是怎么样的 size？它是五尺高、六尺高，<laughs> 我就可以看得到完全人形的 size，不是在最高的望台对对对对有的时候你就这么近啊，就像我们这样子这么近的，真的是拍照啊、拍 video 很棒哦，我的、oh、my God, 那真的是狂欢了嘛！<对>所以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，就是巴西嘉年华了，对,对不对？对对巴西嘉年华的团是什么时候啊？我们就就是 二月底。 因为呢，它每一年不一样的，它是要靠那个每一年的 Easter，然后呢 Easter 之前四十五天，所以呢今年刚好就是二月底。太好了，所以今天二月九号，我二月底如果想要去的话，还可以赶快跟拉丁假期报名，对不对？除了我知道巴西嘉年华真的很好玩之外，可是其实南美洲也是一个非常不得不可以错过要玩的地方，对不对？Bucket list number two，对，南美洲有哪些国家要玩？对我们。 我们现在呢是发展了八个国家都可以玩的，那要记得南美洲非常非常的大，所以呢最好呢是你先参加巴西和阿根廷、智利、秘鲁南美四国。哇，所以西我们南美洲有八个国家可以玩，我们先参加四个国家。你刚刚说我们有巴西、巴西对，然后这阿根廷、智利，然后呢秘鲁。呀，为什么要先玩这四个国家？对，那巴西呢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赶上嘉年华呢？ 里约还是很好玩的，<是>一定要看的。除了里约呢，我们要去伊瓜苏瀑布，那个是两百七十五条的瀑布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而且你到了那边的时候呢，<哇>你就已经进入了阿根廷，所以呢，你顺便就跑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。<Yeah> 对，那布宜诺斯艾利斯呢，当然就要去看 Tango show 了。 对啊，对对对这么热情奔放的 Tango，这、啊、也是不能错过的，对,啊、对不对？对啊，然后那个玩完了以后呢，就跑到智利去。然后呢，智利呢文化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智利呢是很多德国跟西班牙人的后代，所以文化完全不一样、哦 它是德国跟西班牙人的后裔，所以他有很多的德国的 influence。所以有什么 sausage 吗？Elvinage 吗？对，有啊，有嘛。而且那边是滑雪的地方，红酒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它文化真正的是很值得要去看。哎，我觉得这样文化差异真的很大，因为你先到热情如火的 Tango，对不对？然后再转换一下心情，变化一下，去到有德国 influence 的这样的另外一个国家去。好，除了这些。 还有哪里？那最后呢，就往北跑呢，就到秘鲁了，那就是 Peru，大家都听过马丘比丘，对，就是印凯，就是印加的文化。那在南美洲呢，印加文化呢是最厉害的、最有名的。但是不只是有印加文化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文呢，必须要去了解的。哎，这样子我跟着你啊，我跟着你，我巴西可以先看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可以到智利走一趟，对不对？然后阿根廷不一样的人文风情一直在让。 到回来，你说到北上，<对>然后再去享受一下完全不同文化的洗礼。啊啊、我觉得出去一次啊。 等于是收了四次的货回来，对，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扫回来。对呀，对呀，这些都可以看到。Right？那我要准备多少时间呢？如果我想要跟你去，对，如果是去四国呢，只要十五天，我们就把这些的最精彩的地方就先看完。OK。但是如果你有多一点时间，或者是你第二趟呢，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吃的。是。对对。呀，可是那你看，我准备十五天啊，我又没有去过巴西了，人家又说里约热内卢可能有一点安全上的担心，对不对？因为。 会觉得你认不认人家？当时用 Piso 会不会吃的不是特别好？住、uh、你会不会让我住的也不是特别好？然后每天就让我拉车这样赶赶赶赶赶赶赶，就为了要去看这些景点？没有，我们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拉丁假期、拉丁假期是比较有名的，是要吃的好、住的好。嗯、那我那边呢，是因为我自己爱吃，所以所有的餐馆呢都是我亲自的都已经试过，哦、然后每一年都会更新。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换一些餐馆，我们要吃。嗯 当地餐的最好的餐，包括像巴西烤肉啊，那边的大家都知道很好吃。他的 Brazil b r a z i l i 那个肉我跟你讲是吃不完呢，大块大块，它是一整块一整块这样切给你哦。最棒的几块肉呢，我们美国这边呢，甚至别的国家呢都没有这些肉的。有个叫 p i c n i a 一个叫 coupin，这些呢别的地方都吃不了，吃不到的，吃不到所以跟着你吃绝对没有问题。对对对。住呢，跟着你住有没有问题？对，因为我们整个南美洲呢。 我们就全部的酒店都已经跑完了，oh, 所以呢，oh. 我们挑的呢都是最好的酒店。是，哎、嗯，四十七年真的很厉害，你就活了几十年，<laughs> 一、一。一 一年当中要跑个好几十次，对每一个餐馆你要自己先去吃过，和你的胃口你觉得 OK 的才会带着你的团友一起去玩，对不对？住的地方觉得你要是住的好的，对所有卫生设备安全是没有疑虑的，你才会带着你的团友一起去。还有重点是景点，对景点一定是你要 approve 过的，觉得这个是一生一定要去看过的地方，对才可以让你的团员跟着一起。我觉得一年这样准备十五天下来，其实是非常值得的，对。 对啊，对啊，而且因为我们是为一个华人的行社，我们是讲西班牙语跟葡萄牙语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当地呢，我们研究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跟当地人来接触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了解的文化呢，比别家也要好。哎，那你这样很厉害，你也会讲西班牙语跟葡萄牙语吗？对，你那你现在太厉害，你会讲英文，还会讲中文，Portuguese 跟 Spanish 你都会，对对，哇，所以跟着你跑就不会有问题啦。对我们那边很熟。 太厉害了！好，那除了这四国之外，嗯、我觉得今天 Andy 我就是跟定你了。对，除了这四国之外，你还有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介绍给我？对，我们现在呢发展的一个新的国家就是 Colombia 哥伦比亚。嗯，那这个大家都知道，以前是不能去这个地方，<对>名誉特别烂的。Yeah, 嗯、但是完全变了，真的是很好玩。<吗>因为你要知道，Colombia 之前的从前呢是南美洲最发达的国家。It it was, it was <对> in the history. 对。 Wow, 对，对，们这对，但是你就看，连八十年前呢也是很发达一个地方。嗯、那后来呢，因为有些毒品啊、政治问题啊，是对但是从九六年的时候呢，已经全部开始变了。 变变变变变！那现在呢，就已经有将近二十年的变化，所以现在非常值得去，非常值得去。为什么值得去？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还是怕怕的，因为真的没有多少人去过克伦比亚。对，你自己去过几次？呃，可能已经去过十次了。哦哦，好，十次，你的话我可以听。来来，十次了，你去过克伦比亚？克伦比亚到底有什么好玩的？对我们七月底呢，有一个团呢，就特别呢要去看它的花季节。 花季我在美国就可以看了、啊，<对>我们一月一号也有 Rose Parade 啊，<对> <Yeah> 但是大家都不晓得呢。Colombia 呢是世界第二大出鲜花的国家，No way。对，荷兰第一，然后 Colombia 呢第二，所以呢，在 Medellin 那个城市附近呢都是鲜花厂，所以那边呢每一年就有这个鲜花季的一个一个游行，它叫备花游行。Oh. 啊，什么东西？背花游行。背花游行，<对>为什么被拿来花吗？啊，因为呢，从前呢，他没有车的时候呢，他要怎么把这个花拉到城市呢？Uh huh、就是当地的乡下的人呢，背上呢挂一个椅子，椅子上呢就拉花，花拉花。 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游行叫做“背花游行”，就是用人力的方式扛着一个椅子，然后把花放在椅子上，这样的一个游行。对，全世界没有其他地方看得到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而且呢，现在就是庆祝这些人，因为现在呢，他们都有机器啊，对对对。但是就庆祝他们，他们现在就把这些花朵呢做得特大，有的是两米高，甚至都可以达到一百二十公斤重。所以你看一看呢，他们这样子呢在游。 游型上的这么多的这些大的花朵呢，那叫、oh, 很漂亮。I know，可是重点是它两米高，<对>然后。 你说一百多斤重，对啊，然后要扛在就扛在身上，还要走两个半公里的路在游行上，对，那真的要看一次，因为全世界没有其他地方看得到只有七月份在，对，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七月底的这个团队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个是人文的方面，因为它是人文文化的历史景点方面呢，有没有什么好推荐？有一个大天然的地方呢，只有克罗米有的叫五色河。 五色河，色河对对对，五色河是什么呢？<Yeah. S 2> 是在那个 m b 比亚的乡下呢，有个地方呢，刚好这个河里呢，有个非常特别的河草，这个这个水草呢，半年的时间呢，会变成粉红的、红色、橘色。 咖啡色、绿色，甚至呢，它的这个石头都是黄色，它的水是蓝色，就像一个彩虹一样了。哦、oh,，wait a minute，所以你是说那个五色和那个河，<對>只要我去到五色河的时候，<對>我可以看到每一种你说的五个颜色吗？对对对，對對 <'re> serious, 都能看得到。<right? S 1> 你你去了十几次，<棒>我是很惊动。<laughs> 对，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，而且呢，它每天有限的，它只让两百个人进去。That's actually very good。对对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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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它保护的很严格。那如果跟着你去，我们是 first two hundred，一定可以进去的嗎。一定去的。我们现在都已经定好位置了，oh, 都可以好,好,好,好。去<對>。所以如果七月份想要跟着你，<對>我们就可以到 Colombia，<對>一起去看一下我们所谓的“悲花游行”，<對>还有这个五色河。<對>其实哦，拉丁假期真的是专家，他们也有四十七年的经验。和 Anthony 呢，去到所有的南美洲的国家也有几十次。 甚至是几十年的经验了。如果今天你有任何兴趣，在你的 bucket list 上面想要 cross out something，二零二零年一定不要忘记了，南美洲一定要走一趟。